我觉得我有做好备选 PK 的准备，对，因为我也一直对着他笑，对，我也很坚定地看着他，就是来吧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预感他会选我 P。我在唱着的时候一直看着纯纯老师的眼睛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懂我在表达什么。当听到纯纯老师说他找到了他心目中的宝石的时候，我当时还没想到是自己。是真的很感动，我有感觉到纯纯老师对我的坚定。我很难放弃掉我心中的那一颗宝石。明白。所以我要跟范如说抱歉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唱得太好了。我有感觉到纯纯老师对我的坚定，是真的很感动。往后我也会坚定地唱好每一首歌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好声音。